那你们是认输了啊？有人打得过我，我把东亚病夫四个字吃了。我的日本朋友说，只要有人打得过他们，他们就情愿把这个东亚病夫四个字给吃下去。怎么样，有人敢出来吗？啊，金武馆的人不敢出来，你们别的门派的人也可以出来啊。啊，怎么样，你也想吗？小伙子，用不着武器，你们这些东亚病夫啊是没有用的。怎么不说话呀？有种的动手啊。告诉你，有种的通过放马过来，我们虹口道场人随时候战。走，许多年前你跨过了山脚飞过了大洋，故事依然只换了找你们馆长林木宽。馆长不在，你找他有什么事吗？有点东西还给他。好小子，有种！我是金武门最窝囊的徒弟。我想试试日本拳头的味道。今天老子来教训你。好，你一个人呢，还是全体呢？我一个人就够你受了。